請問想飲啲咩咧？你好，我想要杯 latte 啊，唔該。冇問題。咁小姐咧？我想要一杯 cappuccino 啊，唔該。咦，你哋 cafe 個名點解啊？其實 Sujata 係一位牧羊女嘅名。大約喺2500年前，佛陀為咗悟出離苦嘅真諦，放棄王子身份，開始出家修行，希望以苦行嘅方式覺悟。經過6年苦行，佛陀仍然未能覺悟，發現執著苦行並不足以開悟正覺，決定以中道修行。於是佛陀到河邊清洗身上污垢。由於6年嘅苦行，佛陀因受藥無力而暈倒河邊。有一位牧羊女經過，發現暈倒喺河邊嘅佛陀，就出於善意將手上嘅羊奶供養俾佛陀。佛陀接受咗牧羊女嘅布施之後，逐漸恢復體力，繼續修行。佛陀離開咗河邊之後，走到菩提迦耶，喺一棵菩提樹下禅定修行，直至覺悟。牧羊女是不知道对方的身份，不期望回报，以一个平等身随缘布施了一碗羊奶。这个善念也都可以成就佛陀的修行，不忘回报，生存善念，就算是一杯咖啡、一杯茶或者一个微笑，都可以给到对方希望和力量。愿大家都可以学习随缘布施的精神，也欢迎大家来慈山寺坐一坐，喝杯咖啡，静心一下，将我们的心意和正能量带回家。